每次吃这个大嘴鳄肯定是他们家来活动了，这回的活动真的时隔了好久，现在是参加了一个快手万人团的一个活动，给咱们立减两元，做到了37.9块，而且给咱们多送五根，到手一共是45根啊。而且它这个是有很多种口味可以选择的，我今天烤的这个就是藤椒风味的，他们家这个烤肠真的是每个味儿都好吃。看到里面这个大肉块了吗？它这个吃起来就是那种很肉感的，没有淀粉的感觉，肉嘟嘟的。这个真的跟你在线下买的3-4块钱一根那火山石烤肠真的没有差别。里面都是这种大颗的大肉粒，QQ 弹弹的口感，你嚼在嘴里那个肉还在嘴里边爆汁，空气炸锅、烤箱都可以，平底锅煎，煮螺蛳粉的时候你可以往里边放两根，肉嘟嘟的感觉特好吃。这可是咱们快手平台的独家机制啊，一根才合几毛钱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烤肠，优秀啊。在这个价格里面，他们家这个烤肠的品质真的是这个的呀。真的是好久他们家都没来活动了，喜欢吃烤肠的，喜欢吃大嘴鳄的，或者说你没有尝试过他们家的，你拍上一单，趁着活动价格还便宜，你尝一尝，你真的会无限回购。这烤肠真的是我们家冰箱里从来没有断过的，大人孩子都爱吃，而且吃起来还方便，放到烤箱或者空气炸锅几分钟就好了，或者你给它切个片，做个小炒菜，涮个火锅，吃法真的太多了。他们家的这个烤肠每个味道都各有特色，我推荐大家拍混合口味的，咱们尝一尝，都特别好吃。